基本是同一秒，一场大火让阿娥姐面临最大考验。我们在23年前饭店起火，他就为了要抓我，他就把湿毛巾丢掉，他就从11楼这样拖着我拖到14楼。会很想他？我不是很想他，我现在是每天都在适应没有他的日子，真的很煎熬。我不能倒下，我一定要坚强。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欢迎收看高点电视台44频道，振振有词。